有钱都买不到，而且好难得是剧照上面。那时候就是我怎么那么胖啊？签上你们的名字，哇，这个礼物真的太珍贵了。其实没多大变化，看到这些照片就会有好多。你把这两个位置都签完，我签哪儿啊？签堂哥，给你出难题了，怎么办？不是你咋想的？你可以签。签空地儿，你可以签他名字旁边，上边也可以。哦，这样刚好就是很圆满了。哇，给大家待会儿展示一下。哇，这个真的太珍贵了，而且我觉得应该是，因为它是剧照，然后又是两个人同时的亲笔的签名都在这个地方。二十年以后，二十年以后，天哪，又这么特别，二十年以后首都这样的方式同框，对，写字也有进步。是吗？签名签多了呗。严哥还有没有什么要夸的？一次夸够。说话也越来越会聊天了，越来越会聊天。以前不会聊天吗？以前有总爱上手是吧？哎，突然觉得那个熟人怕见街坊了，突然有点慌。你知道我在旁边看，我就觉得哇，就是那种相爱相杀的，你知道，就是了解彼此那种相爱相杀的那种感觉。我们也算是，我觉得，除了那么多年的。好朋友，对吧？还有就是，也算是半个发小了。对对对，您真的是从青春懵懂的时候，大家接触最好的那个阶段，挺好的，很美好的阶段。然后我们现在还可以把友谊保存的那么好，就是对啊，就是其实大家都希望他来我直播间，也是希望黄奕能够更好。其实所以二话没说就来了，所以这就真的很感动。就是那份情谊在。好，大家都在刷了是不是？然后好多人都在说哭了，哎，抽筋，手抽筋了。然后还有说，哇，真的。好，那这样，好，那这样好了，我们就让。